前面这个啊，就是珠海海边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雕塑，叫什么鱼女。过来看看啊。听说啊，这个鱼女的老公就在对面的那个，对面那个山叫景山，就在景山下面，山顶上是她老公。边儿马上一个涨潮，还有一个马上下大雨，开始轰人了，赶紧走吧，我是不是也要赶紧打车回宾馆了？哎，哎，问你一下，这个涨潮的时候这块淹不淹啊？要淹，要淹哈。对，都叫你们出去了嘛，这不安全嘛。啊。在搞这个行业就是。